这两块要不要拆？这个没有啊，这之前是有的是吧？之前没有的，之前没有。对，这就这么对上。拧上。安装很容易，四颗固定螺丝。四颗螺丝固定到无人机底部，对，然后控制盒拿出来，挂在二云台口，然后插上这个红点对着下面，红点对着下方，这边有个缺口对应的，红点对下方，对。就可以插上去，然后拆的时候，这个拿一下，这样就行了。拆的时候就直接拔，它也就能拿下来。装的时候就是要对一个缺口，下面有个缺口，加个红点，从下就行了。然后这边就安装完了。安装完以后就是脚架，到时候你们媒体的应该要拍的。也好，把这边弄好，然后这边就是打开这个锁扣，这边就是滑进去。推进去，锁紧，这边就 OK 了。打开两锁扣，拔出发热器，然后拧松，拧松最好可以直接放下去，找出，这样不容易翻开，把蛋就是对应。翻折，下压，扣紧，拧紧，这边就 OK 了，装蛋就装完了，然后再上推 ，OK。